你就是你就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看他之后，我就给你使眼色，你就跟他在一起就好了。好。啊。哎呀！好丑啊，这男的还没我帅。哎，林王呀，这是秋秋吧？这个是不是秋秋啊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样帅，后来就长胖了，一胖毁所有啊！真的？你腿怎么了？腿真的？摔跤了吗？这个？要不要给你擦点那个药？我吃里面有那个摔伤的药，我以前打篮球的，就经常摔伤。哇，这个膝盖痛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肯定很痛。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，那个腿没事吧？哎呀，这个进来了。那个穿白色衣服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看到了。唯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，一会儿就是找个机会，等他下了台阶之后，你跟他在一起。那他什么时候下台阶？他一会儿就下了。你先去站边上准备着。我现在去。对，我害怕，全是男的。没，那都是我朋友。一会儿你就等他下台阶之后，你就在他旁边就可以了。我闪现一下。不要闪现，你就假装跟在一起，你就说，你说小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吗？老刘啊，算了，就假装找个借口，明白吧？啊，去。啊，这个车叫劳斯莱斯啊，这个车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坨都是黄金做的啊，金坨坨，你摸一下，感受一下，金的啊，黄金的啊，金坨坨这个。太难了。啊，这一坨啊，纯金打造的，你咬一口，咬一下试一下，用牙，你看，你摸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平？都是别人用牙齿咬的。牙齿咬的？对。谁啊？你咬的吗？你咬一下试试看。你有这个癖好吗？没有，这别人路过人咬的。有灰。你看我今天流水，昨天流水，我操，1000块钱。可以。潘总还差139，就有奖励了。你查我的流水，我流水都没有。你是没播了呀？我太惨了，我。今天这家的老铁。说你签了别的工会，你跟那个红色衣服的在一起。还垫脚。谁说我跟他眼高的？啊？谁说的？谁说我跟他眼高？太上良心了，我操！我刚才看到叶武元踮脚了，刚才踮脚了。在我旁边站了那么直，我就知道有情。来，不是来，你帮我来下直播，我看我跟他在一起是什么样的，就是。我跟你讲了。我看跟他的身高，你看我看看直播是直播间啊。我就说怎么突然站我旁边还站那么直，就是因为看起来能比我高。小胖，我跟你讲，不用看，你们俩在一起特别配。看前面。哎呀妈呀！不是你，小胖，你这个头往下去一点啦。好矮啊！很般配吧，在一起，赶快刷在一起。我靠！我好喜欢这种身高，我跟你讲。最萌身高差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真的特别配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绝了，兄弟们！来，给他看一下弹幕，给他看一下弹幕。弹幕说：“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”弹幕看一下。你看弹幕来看一下。在一起。有毒！我的妈呀！我仿佛一个小矮人，我跟你们在一起。我真的感觉像一个小矮人一样。嗯。像个小矮人一样。啊，这辈子还蛮有意思的，好逗啊，就特别逗，特别有意思。完了，我又没打火机了。你们有打火机吗？你有打火机吗？给来给。
来给拿给他，拿给他，我抽根烟。哎，你用的什么洗发水？为什么身上这么香啊？就飘柔。飘柔。来来，打火机用一下。你不出来要什么打火机啊？来。这个妹子叫笑笑。如果老铁们想来那个怪兽喝酒的话，可以找他订台哦。我那天晚上找他订过台。你忘记了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是不是忘记了那天晚上？啊，是的呢，是的呢。有没有想找他订台的？完了，我粉丝想加那个好友可以不？他们加好友，我好多人订台。啊，他可以啊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加好友啊，叫笑笑啊。来，就以后想来怪兽喝酒的，该找他啊。可以扫了这二维码加他的好友人啊，喝酒。好，有人加你好友吗？有人加吗？又开始了。有人哇，才39个人加你啊！哇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眼睛有点近视，我有点看不太清楚，我坐近点闻一下。哎呀，哎，怎么变成小点点了这个？因为有很多啊，因为有很多了呀。嗯，不是点一下看一下，点一下，就这里。我就是看不到数字是吧？眼睛有点卡现在。我你看就是，我的妈，这速度，我的个擦擦，好快的速度啊这里！你看好多人加好友了这个。开心不？这真是。你觉得死粉他会加你的微信吗？会加好友吗？你随便通过一个，要打电话，保证打通，你信不信？你随便通过一个人，我让他给你转10块钱，你信不信？你就随便通过一个人，我就让他给你转红包。兄弟们，能帮个忙？一会儿我让他随便通过几个，通过人之后，我让他亲我一下，然后你们给他发1块钱红包，好不好？可以不？万一随便点牌加到最好友的话，你给他发1块钱红包，然后我让他亲我一口。皮蛋，皮蛋，宝哥，来，你拿手机来，来，你这样子来，你随机，你不是你近点离我近点，我看一下，你随机就通，你随机通过一个，来这个来，随便通过一个啊。随便通过一个，你这个都已经这样子了。没有，你随便通过，你随便找一个人通过。好，对，控制住，来通过。哎，没办法，我粉丝太喜欢你了。你随便找个人通过。我信了你这个拐杖了，我是换的很安全。好，就这个啊，完事没有名字啊。来，有一个叫点儿的啊，兄弟们啊，有一个叫点儿的，这个名你找一个带名字的，带点儿，我不好找，我不认识，不好认。土豆，啊，都可以。来，有一个叫土豆的老铁啊，土豆老铁。坐。没事，你通过还通过。坐，回来。坐下。我上，回来。坐。通过了没有？坐。坐啊。又卡了。坐，回来。有一个叫土豆老铁加了这个位置微信的啊，他就通过了一个人啊，叫土豆老铁，能不能给妹子发个小红包？啊，要亲一个还发呀？不合适吧，兄弟们，你这刚才把这种事情，他力气好大的。啊，通过了吗？你给他发微信，就是什么地区是流离忘岛的啊。你看，是吧？这土豆啊，看到没有？土豆加微信之后，立马就给发红包吧，你看。我在直播间里面说一声，就给你发个红包吧，是吧？你想想，这到时候我一句话，他们全部给你发红包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是吧？真的发了红包吧？超过一块我吃屎。这什么？你点开看一下来。超过一块我吃屎。阿拉斯加的。没超过，我说超过一块，是不是？你就说想吃，想吃什么口味的？你说。
你看啊、哦，一个好友他们最少给你发一块钱，不可能超过一块。妹子，你知道？刚刚说那个悄悄话，你就已经说清楚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刚刚说咱就说点钱。你知道我这车怎么来的吧？我不知道嘞。你看啊、哦，你给我看你看，你看我直播间里面还没有？250万人刷网服，250万人，一分钟内，一人给我刷一块钱礼物，我一分钟就能收250万礼物。知道这车怎么来的了吧？完了，他们都说要亲一个才再发红包。就一个，哇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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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，这个是我之前加的的，之前加的吗？这是他粉丝啊，他还看我粉，他还是我粉丝。他还说让你来，先把红包，先把红包收了。这个绝对超过5块，不可能，看没有？我说超过5块吧，是吧？这个大哥一看就很实在，我跟你讲。工作了，对，你就每天跟着他，让粉丝给你发红包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会儿都收到7块钱了吧，是吧？你看。他都说了让你亲一下，亲一下之后就是他们你通过完之后他还给你发。啊？不要这样子，人家会害羞的。对。这谁啊？这谁啊？这个人？闺蜜啊。你闺蜜好，叫他闺蜜一起来。叫闺蜜过来干嘛呀？一起排队。排队排队。一起请。排队请。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。就刚才加你微信的好友，他们都说让你亲我一下，亲完之后他们就觉得你很玩得开，很放得开，他们以后就给你发红包啊，来找你喝酒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你赚大了，我跟你讲，女孩子要大方一点，知道不？我不大方，我特别小气。特别小气啊？要不我来亲，我吃点亏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行不行？可以不？不可以啊！完了，一会儿他们不给你发红包了，一会儿。啊。我觉得是我吃点亏，亲妹子一下算了，他还不愿意，你说这事儿办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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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退钱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们不给你发红包了，一会儿。退退。你看，这样还是退一块。加好友给你发100，加好友发100，兄弟们，你们发少了，啊，发太少了，你们。那实在不行就亲一下呗，你不是多大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呢？这会叫寂寞吗？是吧？那你把眼睛闭上。我就以最快的速度来一下。那妹子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我说。脸皮好薄、啊。宝哥，你干嘛？宝哥，我女朋友这个。我操你！你抱着别的妹子叫这个女朋友？那还有女朋友？你说你是不是我女朋友？小脸说那还有两个。你是不是跟每一个这种认识的都是你女朋友？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，我都是我女朋友。咋的？心系长沙所有小姐姐是吧？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！人间哪有真情在？只要是妮儿，我都爱。牛逼，牛皮。嗯。哎，我说了四个字，就是专一的渣。专一。专一的渣。牛皮。嗯。苏伟亲他，苏伟亲他，苏伟。亲他。不行，你就亲他。嗯。我下不去嘴。太小了，哎呀，这腿啊，腿咋整的？哎呀，摔了，蹦迪的时候踩了脚皮，然后就摔了一跤，然后就摔那样了。咱车牌怎么去？这不是罚款吗？那个刮底盘，刮几处？刮底盘宝，你在哪里搞的眼镜？特别帅。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你应该摇起来。没有音乐怎么摇？动词打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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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词。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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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。嗯。心中有句子。嗯。小手跟我飞起来，小手跟我摇起来。哎呀。不是，你看我在这坐了这么久，你知道我在等什么？
等苏威。我在等你把我抱出去啊！这个门又打不开，我腿又不够长，我在寒风吹了一个小时，你就是不来，谦虚搭讪小姐姐，我一个不顶十个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有点太自信。兄弟们啊，太不要脸了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你们是想找一个女朋友，还是想同时拥有十个女朋友？兄弟们，这是一个选择题啊！你是想同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是想拥有十个普通的女朋友？如果是我的，我肯定选十个。我操！我会选十一个。嗯，十个稳了一匹。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自己爬。自己爬，上来自己动。怎么爬呀？从他头上踏过去。